战时刻的上场，自信的权力回荡，自信的权力回荡，听击球声的响亮，看球飞过高墙。决战时刻他上场，强悍攻防无人挡，荣耀时刻的光芒，王者模样是我悍将。派出的啦啦队女孩进场，她们用球团主题应援曲为中华民国庆生，也为我们的国家加油。首先由魏全龙队的 Dragon Beauties 用 Keep Fighting 带来开场。桃园 Rocking Girls 用今年主题曲突破，祝福国家再次创造巅峰。每一场尽全力去拼战，我突破胜利荣耀在我主场。Rocking 最强的大旗是，我突破对手的防守线。乐天桃园面对强敌不退却，就在今天梦想实现。统一 Seven Eleven 师 Uni Girls 用坚持35年代表不离不弃的 Always Lions 献上祝福。紧接着中信兄弟 Patient Sisters 用主题曲晋级取胜，象征台湾在世界持续发光发热。富邦悍将富邦 Angels 献上 Go Stronger 为台湾加油，我们的国家将越来越强大。最后是今年刚登上义军的台钢雄鹰 Wing Stars 带来主题曲《敢冲敢拼》，我们和全体国人一起迎接挑战。
现在国军人形弃偶准备向观礼台前挺进，中华竞技与爱伯特啦啦队以及中华职棒啦啦队的女孩们也准备就绪。这个节目结合了国军军事纪律、中职运动热情、竞技技巧和爱伯特青春活力，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，传递融合和共融的讯息。国军人形弃偶是国军人才招募的利器，加上世界金牌的竞技啦啦队、美丽的职棒女孩啦啦队，还有可爱的艾伯特小朋友们，展现出无所畏惧、气势如虹的精神，各自散发出荣耀的光芒。弃偶充分展现了台湾的生命力。场上可爱的国军人形弃偶是由陆海空三军特别遴选30位国军优秀招募人才一同参与国庆大会的演出。每个颜色服装代表着不同的军种与特色，绿色代表陆军忠诚，白色代表海军忠义，橘色代表空军忠勇。透过这次演出，展现国军能文能武的一面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创作于1990年的《中华职棒之歌》，歌词当中展开勇猛的翅膀，迎向健康的前方，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努力打造的理想国球目标。而这首歌后来也在军中传唱，并且被改编成为《亮岛之歌》。超萌的国军人形弃偶常在国军人才招募等活动当中现身，热情动感的舞动摆脱一般民众对军人严肃的刻板印象，让大人小孩都为他们疯狂。国军希望透过人形弃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，打破国军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，让民众认识国军，进而提升全民国防还有守护家园的共识。台中市丰原区的爱伯特啦啦队以及中华竞技啦啦队进场。爱伯特啦啦队于2015年至2023年参加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国小公开组，勇夺9连霸的冠军。2017年代表台湾前往美国佛州的奥兰多，参加世界中小学啦啦队锦标赛，赢得 Youth 10岁组的冠军，以及 Junior 12岁组的季军，让台湾的国家排名晋升到世界第2名。中华竞技啦啦队
在世界啦啦队锦标赛当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平表现，并且是唯一能够连续十年与美国队同时保有世界前三名纪录的团队。竞技强调的就是团队合作的默契以及每一位团员的肌耐力。我们知道将来要有更亮眼的成绩，就必须要持续努力，纵使面对困难跟挑战都要坚持下去，不轻言放弃。期许来自台湾的孩子们未来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强劲队伍相互抗衡，赢得亮眼的成绩。